糖花花老师有办法。Toy 玩具，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toy 等于谐音 to 加象形 y。Toy T O Y 拆分为 T O 谐音 to Y 数鸭，拆分为 T O 谐音 to Y 数鸭。想象成兔子把玩具扔到树丫上，想象成兔子把玩具扔到树丫上。Bear 熊，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bear 等于拼音 b 加熟词 ear。Bear。B-E-A-R 拆分为 B 比 Ear 耳朵，拆分为 B 比 Ear 耳朵。想象成熊用笔画了个耳朵，想象成熊用笔画了个耳朵。 Maker生产者，制定者，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maker 等于拼音 mak 加拼音 er。 maker maker 拆分为 mak 马库 er 儿，拆分为M-A-K 马库 E-R 儿。想象成生产者穿着马库教儿子骑马，想象成生产者穿着马库教儿子骑马。 Bread maker 面包机，采用造句法，短语 bread maker 想象成 I bought a new bread maker， 我买了一个新的面包机，想象成 I bought a new bread maker， 我买了一个新的面包机。 Scarf 围巾、披巾、头巾，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scarf 等于象形 s 加拼音 ca 加拼音 rf。 scarf scarf 拆分为 s 舌 ca 擦 rf 染发，拆分为 s 舌 ca 擦 rf 染发。想象成蛇擦干净围巾去染发，想象成蛇擦干净围巾去染发。